到了一个历史的舞台，往往看不出它的重要性。尼克森副总统来台湾访问的时候，也在士林官邸住过。部长、侍卫长是官，王武官是官，警卫是官级范围以内啊，算是一个总管。我们走过的时候要赶快走过啊，怕会被盘查。所以我们希望它原封不动的、通通保存在那个地方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在研究过程里面，我们才能真正知道它的原始的面貌。让大家能够了解到这样一个历史人物，他在过去这边生活的情形，以及他在整个台湾发展中间运筹帷幄的过程中间，他所做的一些事情，我觉得有特别的意义。